呀，嘿嘿，我这小酒那么一喝呀，甭提多舒坦。那个小酒啊，下肚啊，走，行了，先放下。好好说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交代你那事儿办了吗？办了，一定办呢。哎，不但办，我还往十里给他砸了一下呢。十里砸？怎么砸？说。我让他一定要听爷们儿的话，同时得跟着四字儿走。啥四的五的？新四军呢？行了行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要敢有半句假话，你信不信我成全你？我让你今天成真心，我现在让你成心。哎呦，爷，要了！要给了，要给了！行了，大锤，收起来。要真的给了，不过我琢磨着，大少爷没事吧？那小家那么大势力，万一有个好歹，我兜不住啊。哼，这个不用你担心，吃的是八豆。八豆啊？对，八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那我放心了。哎，爷们儿，您布的这局可千万别拆穿了，要不然我在这道上没法混呢。行了行了，你看你那样啊。行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咱一言为定，互相保守秘密，听见了没有？走。爷们儿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快走。哎呦哎呦。我跟你说，萧九川真够鸡贼的。要不是今天咱们留了个心眼，说不定出什么事儿。哎，是啊，萧九川比较油滑，咱得提防点儿。也不知道石大哥现在怎么样了。这个我问问老王就知道了。好，走走。要去哪儿啊？赵家布庄。这些车上装的什么东西？去赵家布庄，装的当然都是布了。哼！多来几个兄弟，上车检查。是。哎，小心点，别把我的布弄坏了。少废话，这是上头的命令，任何车辆都要检查。再吵吵，小心我把你的布全给扣了。长官，全是布料，没什么东西。后面呢？后面没有，全是布匹。下车，下车。是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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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赵白露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。若不是石山来这小子够机智，提前躲在了车下，恐怕他们就会在黄国良的司令部。龙城是进来了，可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？你是说，你怀疑那个狙击手是日本派来？协助黄国良的，是。现在形势严峻，石善来的身份一定不能暴露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现在，赵白露应该带着石善来一同回了龙城。赵白露？是，他是龙城赵记布庄的千金，跟萧家是世交，并且多次救助过游击队的翠花，心地善良，看上去不像是敌人。这样，你马上去龙城。与石山来会合，要确保赵白露的身份没有问题，不能有丝毫差池。是。是要给我的吗？政委，我写了一封推荐信，想推荐石山来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你好像很关心石山来啊。
我是关心秘密计划，只是这段时间我见证了石山来同志的成长，所以想为咱们中国共产党留下人才。好吧，推荐信我收下了，只是石山来同志虽然有勇有谋，但是性格急躁，太情绪化，还要考察一段时间，不能即刻入党。政委，其实石山来同志他……好了，你不要说话了。他的变化，新四军看着呢。他的成长与你息息相关。你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回到龙城，和他并肩战斗，深入敌后，稳扎稳打，各个击破。是，我这就回龙城去找石山来。嗯。来，快，挑一身斯文点的、合身的衣服。嘿。我看看这个。这围巾。小心戴着一定好看。你是萝卜秧子，我是萝卜，没有萝卜秧子，萝卜就活不了。我什么时候变萝卜秧子了？我不是留木头吗？对呀，正因为你这个木头，才结结实实的。扎进了我的心里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不是说了吗？等革命胜利那一天，我看看。哥，大学就这样。我娘跟我说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光宗耀祖。你看我今儿来了，你这大学生真是不一样。你说你们几个走路的姿势能不能注意点？多跟翠花学学。我这走的挺好看的。别笑话我。翠花，你校徽呢？什么校徽啊？再帮你找一个吧。你们就藏在这个院子里就行了。这儿安全吗？安全，黄国良绝对没来过。这里两年前爆发过鼠疫，这里做过临时隔离医院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啊，鼠疫？那这里不会死过人吧？这里边不会闹鬼吧？鬼见了你们都害怕，赶紧进来吧。这是，走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还行吗？你们就驻扎在这儿吧，绝对安全。哎呀，这地方比我们盘霄山可舒服多了。行了，你别光顾着臭美了，赶紧收拾个地方，让翠花休息一下。先别收拾啊，收拾容易留下痕迹。你们记住啊，我们是藏在这儿。不是住在这儿，晚上说话声音要小，尽量不要用明火。好，好，知道。石山来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花，来，坐这儿。我给你找个舒服的地方啊。对，咱俩一块弄。哎，这边。
这一趟回来的不容易。这一路多亏了赵。他知道我们多少情况？他只知道我们现在跟黄国良是对着干的，隐隐约约知道我们是新四军。我一直在保密。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堆二鬼子在搜查呢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要见你们的长官。你谁呀你？我们长官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站住！前面有苦了要的。日本人，你请我来。不可能！长官，这个人说想要见你。你找谁？你是武田雄？看来你是知道我的。当然了。哟西，我知道这个地方没有新四军，但是你还是要跟我进去找一下。你说什么？我需要你们的配合。把轩辕阵打了，奇怪，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不知道，说是来抓新四军的余党。这么隐蔽的地方，该不会是跟你来的吧？你怀疑我？我刚刚是回了趟家，但没有人跟踪我。你回家干什么去了？我给翠花拿药去。拿什么药？盘尼西林。盘尼西林？这个药全华南都禁止买卖，你怎么可能搞得到？龙城哪家大户都会备上几支的。喂，你不要谁都怀疑，白露姐一直帮我们，不可能是坏人。沈来哥，你倒说句话呀！是沈来，你也怀疑我？赵小姐，如果我误会你了，请你理解。非常时期，我们必须要小心。可你这也太小心了吧！翠花，小心是对的。赶紧想想怎么办吧。你们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我去看看情况。谢谢。会查，查清楚之前必须谨慎。不能待了，我们得马上躲一躲。外边都是鬼子，有别的地儿吗？我知道有个出口，跟我走吧。不行，该躲在那儿得听我的。收拾收拾，
千万不能留下蛛丝马迹。都仔细点，仔细点啊！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药瓶盖。ペニシリンのはずだ。这儿以前是医院，不一定是他们留下的。我们可以走了。好。你们再搜一搜就可以撤了。我们再搜一搜。你们不是还有别的任务吗？大家抓紧，过来集合，回司令部集合。走了。下去。小姐，孙德军这么快就走。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事儿，此处不宜久留，我们要离开这儿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走吧。现在走等死啊！那我们怎么办啊？睡觉。是。小心，小心。好。司令，您见到武天雄本人了？见了，这个人行踪不定，行为太过诡异。这个人。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司令，十分钟前汪主席来电。工程的进展要抓紧了。是。司令，最近我们经费紧张，还有一批原料款没有结，如果再不结钱的话，恐怕就要断货了。肖松海就要回来。我们马上就要有钱了，可肖宗海会轻易交出来吗？他不会，但是我们要让他知道，到了他这把年纪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。哎，干嘛呢？这儿呢。问你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说，今儿警备大队到龙城大学去搜查新四军去。哎，你说这个龙城大学，他真有新四军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满城都传开了，不知道。哎，更奇怪的是啊，
搜了没一会儿，全撤了，什么意思？谁知道孙德军搞什么名堂？我也懒得想。真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，但我特想知道。大哥，你问这干嘛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？你看啊，你刚刚离开警备队，人家的行为就这么诡异，指不定搞什么鬼呢。大哥呀，老弟现在就是不在其位，我不谋其职。瞧你这点出息吧！出来吧。大队长，咱们警卫队的人都被当成劳力了，都被拉去挖工事了。挖什么工事？不知道啊，只知道是一个很大的仓库。仓库？在哪儿？这个位置。这个仓库是干什么用的？不知道，孙德军不让问。我们前些天被派去的兄弟们，都被枪杀了。黄国良为什么要杀警卫队的人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啊！咱们这帮兄弟挨杀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你不知道？小队长啊，黄国良为什么要杀我们的人？小队长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小队长。再问你一遍。黄国良为什么要杀我们警卫队的人？肖队长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秘密。肖队长，我求求你，让我离开龙城吧。肖队长，兄弟，我要是放了你，孙德军肯定知道我要帮你，到时候咱俩都得死。肖队长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家里人我帮你找，你回司令部。我不回去。回去，我不回去。回不回去？我不回去。怪我！大家伙儿养足精神，后半夜我们离开这儿。女同志睡在这儿，男同志睡在那儿。哦，秋心，你给我来一下。翠花，大哥，我睡这儿了。有什么情况？再过两个时辰，就离开这儿了啊！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也不是，我就是想跟你多待一会儿，多看看你，跟你说说话。说吧。哦，秀琴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最近这段时间吧，我心里边老是担心你，我担心你受伤，我担心你出事儿。你答应我，能不能好好的活着？说什么傻话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切，哪像你呀？你有九条命。是，我是有九条命，这都是老天爷给我的。就连小鬼子拿我都没辙。哎，要不这样。回头跟老天爷商量商量，把我这九条命匀给你几条。我才不要你的命，你也给我好好活着。等到
等到抗日胜利的那天。是，等到抗日胜利那天。哦，对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，我给你买了个。这也太艳了呀，多好看呐，我特别喜欢，这是我自己攒钱买的，要不你戴上试试。我不戴。你试试嘛，你肯定好看。不戴。试试能怎么的？说不戴就不戴。你这戴上嘛。等到抗日胜利的那天，白露姐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问啊。那天我看到你还申来个钱，他不要，为什么？那天他在我店里啊，拿了样东西，非要给我钱。我说不收，他要很严肃的样子，我就只能收下了。他为什么那么严肃？因为他买了一条女人的丝巾。
この野郎。我也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儿，你都发现什么了？那个声儿啊，是从下水道出来的，我想可能是施工的声音。这大半夜的还施工，会是个什么样的工程？这个龙城大学就在龙城的正中间，地下管道四通八达的，而且这个地下管道，你看，如果这个声音不远的话。那么很可能是关联全城。哎，你看这儿，别画火！小郭。别开枪，撞了目标。死了一个小郭还不够吗？
帮你找。哎，这什么呀？我们，哎，哎呀，这什么呀？这是镁粉，不仅能发出强大的光亮，还能爆炸。我去炸了它。冬儿，你给我。山来哥，都记住了，一会儿爆炸以后，你们就往外冲。我们，那你呢？我对付那个小鬼子。不行。执行命令。走。